王老师，问一下队里谁最调皮？来来来来来来，张王娟，他想跟欧弟一起跳一段舞。哦，好啊，好啊，哎呦，来来来，我们要给他打节奏。在没有这个老师在前面跟他指挥节拍的时候，他们的节拍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差，但是他可以抓到第一拍之后完全靠自己的感觉，对，哇，真的一点一点的跟上去，他心里肯定有自己的拍子。谁是队里面最刻苦的？我哎呦呦呦呦呦，哇，这是两个月，短短两个月之后，哇，两个月就能练成这样，俯卧撑可以吗？啊，要跟韩哥 PK， 他要和韩哥 PK， 他很强壮的。穿上衣服吗？你要先指导一下，你先跳，先让他展示一下。哎呦哇塞，好标准，开始，这样算一个，这样算一个，这算一个。两个来三个 ，Go！ 呜呼，喂嘿，呜呼，喂嘿，呜呼，三，喂嘿，四，喂嘿，呜呼，五，喂嘿，呜呼，六，喂嘿，还有86个，元哥没呼吸了，好，还有74个，元哥可以的，元哥加油，哇塞！哇，好累，元哥不错哎，元哥不错，好累，元哥快坐不动了，快坐不动了，你再坚持20个，快坐不动了，元哥不行了，元哥不行了，哎呦呦呦，还好元哥两个小孩都生好了，对你，元哥你就趴着主持吧，对，后面的事情我们帮你处理了，对。来，元哥，你到那边先站一下，腿软，他的体力真的很好啊，好，很厉害，很牛，厉害，很牛，很牛，哦，这个是牛，很牛，牛，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的，牛死了。他们里面谁最受女孩子欢迎？哦。队长，你有没有女朋友？耶、yeah? ，没有。你问他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女孩？美丽的。他说要漂亮、漂亮的、漂亮的是这么说。漂亮。哦，摸鼻子，手指头，摸下鼻子，摸鼻子。漂亮。这是漂亮。漂亮。还有呢？心里善良的。心里要凉的。破开，这是善良的意思。我倒是知道一个医疗的手语啊，就是医生在手术房里面，他会打一个手语，有什么意思？脑科手术叫切脑啊。如果是这样呢？啊，我知道，切两次。他想找一个特别漂亮的，心地善良的，要很漂亮，心地善良。比如说谁？对，说像范冰冰一样的。范冰冰啊，哇，女神哎，女神，大家同意吗？哇，他就谢谢。你像他们听音乐、听节奏，怎么听节奏呢？他们没有这个，听不见，只能靠地板的震动和老师的指挥。同样一个动作，老师指挥的慢，他做的动作都是柔美的。如果同样是
快，想他力度有的话，他就是有力度。我就看手语老师特别的辛苦，嗯，因为他们的动作要特别的幅度大，是要每个孩子都能够看见。我们问他们一下，喜欢哪个主持人好不好？韩哥，用手要比他的名字，我们好像想的很复杂。面，哦。你现在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我是一碗面条。我们来想想看啊，请他们说一下欧弟怎么说。哦，哇哦，跳舞！我的名字这么帅啊？对啊。说半天你依然不是人。他的名字我觉得应该叫。钱风，钱大头，钱大脑袋，钱大脑袋。你很可爱，这很二。我跟这年龄差太远了。小五，小，这是小，这是小，对，小五，小，我以为五三呢。他们要给我们送礼物，对不对？那么好，哎，哎呦，很像啊。这只猩猩是谁？韩哥没长腿，长了俩萝卜。还是腌过的，对，我以后就用这张照片了啊。你不会，你还久。我没有以后的。就是学手语，是不是手指都要特别灵活吗？对，像我原来是舞蹈专业，刚开始也是手非常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基本上数不过来。九呢？就没有八拍吗？哦，学舞蹈的没有九。丢人！刚开始来的时候，学妹一直教我，说手指很笨，教你个小游戏，锻炼就是四和八。一手四，一手八。一手四，一手八。一手四，一手八。然后再换过来。对。哦，最难。来，我们请一个观众上来试试一手四，一手八。来，那个紫色头发，来。紫色头发。对。你不要以为你想躲在那里啊。对。你站。欧弟，他是不是高了一点？没事。站在欧弟边上。五。一手四，一手八。四。变。我。好快，高手。欧弟，你不能输给他。预备。七。停！你这都五了。对，你愿不愿意？你用手语问他有没有？好。我有是，有孩子了。你的梦想破灭了。哎，那姑娘，他三条横线。他们这些听障朋友做一些手势，我们来猜猜看是什么意思。好的，可以。韩哥悟性那么高啊！我知道什么麻将王。哎呦，桌子嘛，桌子，然后打麻将。洗了一下，麻将王。说你呢？麻将厉害。那后面是一个。帅的意思啊，对，最后一个和帅差不多，是美，几个字？三个字，陈世美。你怎么说你的小名了？他是说这个城市很美，叫白富美。对。白富，有钱很多嘛，哗啦啦响，富有，金戒指，金项链，美。美，白富美，说一个高富帅，高富帅不用比了，高富帅。哎，你还真有脸，矮穷矬，再来一个，笑，哦，这好玩，我都不知道手语这么好玩。白富美，高富帅，高富帅，还有什么？哎呦，肌肉王，肌肉男，肌肉男，两个字，绿巨人，猛男。不对，再来一次，给你，对，给你，给力，哇哦，给力呀，好哎，还有吗？我们这个让观众猜一下，拜佛，我把 Gangnam Style 这么长啊，这个有点长。不是，这是几个字？先告诉我们几个字。六个字。欧巴刚当时代，六个字。欧巴刚当是他。欧巴刚当时代，套马杆的汉子。不对，叫神马都是浮云。哦，这是神，
哎，马豆豆是是浮云浮云云。刚才哪一位那么聪明的观众朋友猜中的？恭喜你没有奖品啊，也得到荣誉。谢谢郑州师范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啊，是我们请他们都到台上来接受我们的掌声，好不好？耶，预备，请，来来个波浪，来个波浪，哎呀 ，Go， 回来，往上，下来，哎，你是指挥啊？对对对，谢谢谢谢，手语啊，嗯，现在是被用作听障人士之间相互交流思想的一种语言。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在打手语。小五，你最开始到中国来有没有用过？有有有，我上车去厕所，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只做了这个，他就明白了。所以根本也不用学英语吧？对，你到国外，对，这么夸张啊？我跟大家说，你要吃饭？我跟大家说。太坏了，你太坏了，这饿不是饿成这个样子。对呀、啊、我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谢娜小姐是曾经有一次坐国际航班到国外感冒了，哎呦，想吃颗药，全程都是手语。你过来请来一下，我哈啾感冒了，好冷好冷，给我一颗药，水药，吃了就好了，吃了开心了，这个厉害啊。我们今天要请到一位嘉宾，是对手语最有发言权的老师，专业的，曝光率很高啊。对，接下来让我们用这些掌声，有请中国最标准的手语老师周老师，周毅老师，有请。有请。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本周呢新闻很多，但其中有一种新闻是持续出现的，那就是各地高考文理科状元的报道。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节目一开始，了解今天的时政消息。周末好，在本周啊出现了不少能人，这些人到底有多大能耐呢？咱们先去看看本周日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哇，欢迎欢迎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啊，谢谢。大家好，你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周烨，虽然我没有完整的看过《天天向上》这个节目，但是我从我孩子那儿早有耳闻。哎呦，他告诉我说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说我一定要来和他们见见面，谢谢。哇，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在后台的时候，老师一进来，谁是王涵啊？对对对对对，我说都没找到你。太可爱了。我说周老师我在这儿，王涵不是戴眼镜的吗？啊，我把眼镜一戴上，哦，我没怎么看过你们的节目。哦，这个就有点像了。周老师的第一个身份是央视的手语主播，这个咱们央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手语主播？是从1995年开始，本周这个栏目开始播报手语节目。周老师是被我们业内评为说话最少的主持人，因为不用说嘛。主持过本周，新闻周刊，然后共同关注，同一首歌，同一首歌，正大综艺，然后我们刚才看到18大的时候，您也在里面进行手语翻译。那个得打多少手语啊？对，很长的时间，大概打了1万多个手术动作。1万多，打手术的手如果酸了，啊，蚊子咬了想挠挠什么的，那是都是不可以的，一切都要你要克服过去。像是主播如果说错一两个字，他说抱歉更正，但是手语没办法更正，打错的话，对对，打过去就过去了，哎，应该是不能够错的。史上第一位直播手语主持，谢谢谢谢谢谢。周老师本身自己也是老师，是什么学校？我们是东城区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特教学校。对，我的学校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聋哑儿童，一部分是智力障碍儿童，还有一部分是自闭症的儿童，还有脑瘫的儿童。咱们学校有多少学生？我们学校有190多名残疾儿童。190多名，老师呢？老师有75位。
老师跟学生的比例，就知道老师有多么的辛苦。真的耶，老师辛苦了，怎么说？对，我们学一下。老师辛苦了。这样，这个是教师辛苦了，就这儿表示苦的意思。这是教师辛苦了。谢谢。现在这些听障人士的教育现状怎么样？您还记得您的第一堂课吗？一个二年级的语文课，讲的是牙刷、刷牙和牙膏，结果就讲这个刷牙和牙刷这两个词的时候，聋孩子是怎么也看不懂。刷牙，牙刷。我知道。牙膏。他学的还真挺像的，所以就是在教聋孩子认知的时候是有一套方法的。那我们在讲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拿这个食物给他看。牙膏、牙刷、桌子、椅子，要让他看得很清楚。看明白以后呢，我们教他口型、认字，全部都要教，跟普通孩子一样。之后我们要让他看纯训练。周老师是教学经验特别的丰富，而且创造了很多词汇，指的是把他的意思打得相对准确一点。中国梦怎么打呢？这是中国的。中国为什么这样是打中国？对，为什么这是中国呢？因为中国人原来是穿大襟的衣服，穿旗袍。中国打电话。中国梦不是电话这样打。节流开支。节流开支，手语书上也没有这个词汇。那么这个意思怎么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要节约支出。这个是一个拳头，然后呢，你在上面使劲的往下摁呐、摁呐、摁呐。支出，这是钱的意思，明白吗？在这儿钱老出去，不要让它出去。节约开支。前锋适合一点是吧？抠门啊，抠门。周老师，我可以说您现在可以翻译吗？可以啊。真的，我们今天现场也请来了一群特别可爱的聋人小孩，我们要有请这些孩子们上场，同时看他们表演一个节目，叫做排排坐。有请。谢谢了。好辛苦，我们可以鼓掌，老师可以听见。对，我上次做晚会的时候看见的就是刚才那位有点胖胖的老师。怎么这样说人家？韩哥，就是啊。我们有请老师。我那天做晚会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指挥了两个节目之后，从我旁边经过，满头大汗。你们现在也流了汗了。指挥一个舞蹈，特别特别的辛苦。对，因为如果我们的点给的不够清楚的话，孩子们找不到那个节奏。而如果我们需要点的话，就必须要用力。看我的肌肉，掌声，谢谢。你给力。其实他的肌肉也很明显，来秀一个 ，come on。哇，哎，一个女老师秀一下 ，come on。老师哪里人啊？我是湖南长沙人。难怪那么活泼呀。其实我是混血儿，因为我爸爸是宁乡的嘛。然后宁乡的和长沙的也混，你混得好远呐。对。教这些孩子们跳舞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要听你们的脚步，他们要这个有几种方法，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用鼓啊，因为震动嘛，他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就就会合的一打呢，就会有那种效果。哎，我没有想到老师在未童之后会出现这样的幻觉。还有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戴手套呢？有时候在我们演出的时候嘛，灯光会比较昏暗，对，然后我们就戴白手套。有次比赛之前没有手套嘛，然后我们去问交警叔叔借的，结果戴那个手套现场都没有一个人敢停车了。全国残疾人的汇演是4年才有一次这样的一个汇演的机会，小朋友们为了练这个舞蹈，每个人就是屁股后面一个小板凳，小屁股都已经磨出血了。哎呀，你看出血，出血。其实我一直认为手语嘛，没有必要每个人都学得那么精确。就说你很漂亮，说哇，其实因为小孩子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聪明的多，他们除了听不见和说不了，其实他们和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我们问一下周老师，真的是一样。我们问一下周老师，可不可以说漂亮？哇。也可以的，他们可以接收得到。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学手语的话，但是你们生活中会碰到这样的聋哑孩子的话，其实我很漂亮，哇，漂亮就漂亮，你为什么一定要往下蹲呢？哎，这个是个人的习惯，蹲的你也可以，哇，啊，对嘛，这好多了嘛，蹲了以后还摸，哇，这个有带一点舞蹈成分呢，对，哇，帅呢，帅呢，如果是。哇，哎，不对，你怎么什么都哇呀？好吃，好吃，好吃！哇，糊了，糊了，糊了！哇，好玩，好玩！哇，哎，我们问一下这些孩子们，他们年龄里面最小的是哪？是谁？几岁？这位小学一年级。你们，我们问他几岁怎么说？多少岁？哇，9岁。最大的呢？几岁？15岁，15岁，这是十五，这是15。30岁怎么说？15，15，20，30嘛，没有，30你都不会讲。哎呀，哇，这个老师他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对，我觉得。我们刚才说，10、15，他说没有。他们会不会比其他的小朋友要更加专注？学习舞蹈的时候，我们是他们的老师，但是他们对于舞蹈的那种渴望、执着和追求，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热爱和积极和正能量，就是我们的老师。今天这些孩子们呢，要向电视机前包括现场的很多朋友说一句话，说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呢？他们是家里的第一个小孩，然后爸爸妈妈生完他们之后呢，就会要第二个小孩，第二个小孩会很健康之后呢，就会把他们送到学校，然后呢，有的甚至是一年只能够见到爸爸妈妈一两次，因为爸爸妈妈把很多的爱放到了健康的弟弟妹妹身上。今天他们在这里表演完这么棒的一个节目之后，他们想对爸爸妈妈说一句话。开始。我们做大了。爸爸妈妈，我们做到了，这是他们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他们真的特别的了不起，做到了很多健康的小朋友都不见得能够做得这么好的事情。当然他们之所以做得这么好，也是因为这么棒的老师。我们再次谢谢这些特教的老师们，谢谢谢谢。虽然语言不能跟他们交流啊，但是我们的热情孩子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哇，所以我们要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啊，用我们最真情的笑容和最简单的手语来鼓励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好不好？我们用手语表示你最棒怎么说？你最棒。我们一起来啊，一二三，你最棒。谢谢，特别棒，特别可爱的这些孩子们啊。今天那个听说有这么多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天天兄弟还有一位兄弟，对，他有一份特别的礼物，是的，要送给学校的同学们，那就是 iRobot 的代步车，要送给你们当礼物，在课余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玩一下，特别的好玩。9月22日世界无车日，9月22日也是世界聋人日，对，我们就要把这个呢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现场刚才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节目的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这个你怎么还拖一个？哎，我们全场的朋友一起用手语
打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不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各位， yeah, 谢谢。在湖南卫视手机互动客户端呼啦加入天天向上节目公会，找一找谁与你同台。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特步天天向上，下次再见，拜拜。Fairy tale, you can take the future, even if you fail.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I believe in angels, when I know the time.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手语社的同学们，来一个长沙大学吧。长沙长沙大学用手语打 rap， 怎么可能？哦、真的。医学里面有没有可以用手语打的？比如说，无的一个性感脾肺肾心，就是放在心上啊。肝就是打一个肝字放在肝这儿啊。哦，脾啤、哦、啤酒，那是啤酒。那肺呢？肺该不会是这样吧？肺与心，肺的位置，肾就把 iPhone 拿出来就行了，就是一个肾。小五来一个出事儿了。小五读韩文，长忙的天涯是我的爱。茫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我以为是韩语啊，我真的以为是韩语。第二句怎么来着？人民的青春，我的爱思密达，华盛思密达。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言，然后手语可能也有不同的版本啊。真的吗？你给我来一个，哎呀妈呀，快！哎呦妈呀，不对，我觉得没有那个口音的感觉，应该是哎呦妈呀，应该要来一点，啪啪的你。哎呦妈，啪啪！哎，上海的同学来，有那种口语，东方明珠。是吧？画的好像，嗯，我们手语就打成这样。那个猪呢？猪呢？猪在这儿啊。谁在这儿？猪在这儿吧？你看，在这儿。哦，原来在这儿。在这儿。我在想去哪里呢？好像在跳舞哎。本期中奖观众是